那我可以问你，你想要做这一行吗？你开心吗？就是你，我现在蛮开心的，因为我觉得就是，嗯，怎么说，可能术业有专攻吧。这行如果有一个我的位置，那我就不能有任何借口的，就把它好好的抓住走下去。但如果有一天大家不接受我了，我也可以很从容的退出去。OK， 对，那就好，放拿得起，放得下。对，就是我不会有很大的对自己的一个非常非常强的要求，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。OK， 对。嗯，但是就会做好眼前吧。嗯，所以说你还是比较清楚自己要什么的。比如说你觉得你自己更适合演戏，你就会好好拍戏。对呀，啊，要不然唱跳多尴尬呀。我自己都知道，因为我性格也不是很喜欢就是在舞台上去展示的那种。我勇气可能是我在这行现在还能站住的一个原因吧，就是比较勇敢。